学生罢课活动尾声，有学生咧冲击政府总部，学民思潮嘅黄之锋就被警员拘捕噶。好，我而家就呼吁，希望大家而家同我哋一齐入去公民广场。学民思潮嘅黄之锋喺台上发言嘅时候，有学生冲入政府总部围栏，黄之锋呼吁其他示威者一齐前往重夺公民广场。示威者爬过围栏，由于警力不足，未能够阻止示威者，双方发生激烈推撞。黄之锋被多个警方制服，带到入去政府总部，警员就将黄之锋锁上手扣，押离现场。警员和学生感到不适，需要送院治疗。而入咗去广场的学生就在广场的中央静坐，同警员对视。